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这边人们在取餐。哎，这个妹妹身材不错，得有1米76、77那样吧。她这是，黑头发啊，就是混血，混得比较好的话，就身材呀、长相都好看。大狗，哎呀，今天穿的特别多。晚上旧金山很冷啊，有的人穿着大棉袄，尤其是女士，有的穿着那种特别长的，一直拖到膝盖的大棉袄。晚上，为了御寒啊，在海边，寒凉还有点小小的潮湿吧。这边的户外摊位都已经被涂鸦盖满了。治安应该一般来说问题不大，好像也还行啊。棕榈树晚上也是，看到这个棕榈树就想起来小的时候的一个邮票啊，是海南那边的这个椰子树吧，跟这个有点像啊，那种斜着的那种很好看。对面是一些流浪汉，马路对面一些流浪汉。算是比较热闹吧。这边人们在摆摊儿，在练摊儿。看人们穿着，你看前面的女士穿着毛线帽子，穿的比较厚。人们都扎成堆儿这样的。Excuse me, thank you, thank you. 这边是地铁口这边的这个饼店，生意也不错。水果店，中南美洲人老莫他们的水果店。他们是把这个蔬菜水果都放在外边，方便大家选购。他是放两下，里边有柜台放这个水果，外边也有啊，价格应该是一样的。只不过有的人图省事儿，就在外边一走一过就拿几个就买了。有的人啊，这流浪汉蒙这个大被子在这儿。我记得有一次，2、3年之前，我在就这个地方走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问我要自行车吗？我说我有自行车，我说我的自行车就停在对面，我估计他是偷自行车的，把自行车偷来卖啊。不过那个自行车我也不喜欢，是那种宽轮胎的，带横杠的，上车下车不方便，不像我这个在前面就可以上下，对吧？斜梁的我觉得还是设计的非常合理的。是上车下车方便。这边在捡这个瓶儿，他用一个这样的充电的两轮车在这儿走，看到瓶了就踩瘪了，装到袋里拿走啊。这边你看这个路灯。照明非常差，不过也行吧。配合着路边居民区的这些灯光还好一点啊。绿灯可以过。Produce of Latinos，拉丁裔的产品，拉丁人的产品啊。这块有点像咱们唐人街，这边是拉丁人街，呵呵，墨西哥人街，中南美洲人街。下坡，中南美洲人街，这边有一个帐篷，这是个洋蓟，这是一个这棵花，
洋蓟，哎呦，我那还有几个没扔呢，上次那里烂的扔了，后来烂的还没顾得上扔呢。红灯，这是什么灯啊？红灯、绿灯，错综复杂呀。红灯、绿灯，错综复杂。是吧？你看这边的照明，这条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路灯，好像都是树影，看根本就没有什么路灯，是吧？你看这条路哪有路灯啊？这条路完全是靠着路边这些商店，也没什么商店，靠着路边，依靠路边居民区这个照明，是吧？你看哪有路灯？这个没有路灯啊，这条路没有。压根儿就没有路灯，没有路灯，压根儿就没有路灯啊！哦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没戴头盔今天。